阿弥陀佛，大家早。我们继续来，大家一起研读这个《大圣庄严经论》哈。那上次讲那个五明哈，五明里的内容哈，我想说就音明的部分哈，比较需要一点时间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内明的部分，我们从头到尾一直都在讲内明啊，这经律论的。音明的部分呢，音明部分是今天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讲音明之前呢，先简单的复习一下上次讲的几句话，简单复习一下因为上次有讲到那个佛说法的四个密，不离四开的，不离那个那个事实上对大家来讲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它是平等说，就是佛佛道同，佛都一样的，就不是因为法身佛啊、化身佛啊、就它最主要是讲是不要轻慢那个佛，它讲的都是一样的，你要平等看待而第二个是它是讲是别义说别义说它言辞所说跟它所要代表的意思是不一样的这常常有这个意思。因为法性是离言的，法性是离言的，它本来讲不出来的。然后我们的语言文字是局限性是很大的，它至少用各种不同角度来讲给你听，所以才有那么多不同的讲法。有七真如啊、十真如啊，什么怎么这么多不同的讲法？然后有二圣、有大圣，有不同的讲法，就是你要知道它是偏圣说，它不得不这样说。因为这个局限性，文字的局限性。第二点是说，他的时节因缘不同的时候，他为了让众生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他不得不讲针对那些时节因缘那个根器，来讲。比如说那个二圣人，你即使到阿罗汉，你跟他讲说生死即涅槃，他就是要求涅槃。你跟他说生死即涅槃，他不是乱掉了嘛？对他可能不是很大的好处，所以他有不同的时节因缘、不同的对象根器，他有不同的说法，所以这是偏圣说我们要有这个概念，才不会谤法，不会说佛讲的不对，讲的怎么这个边讲的这边讲刚刚好相反，他是因为这个别一说这个原因，这个是大家提醒大家一下不会谤法比较不会谤法。然后第二个就是别时说，那刘通分都讲啊，你念佛啦，你怎么样啊？你诵经啦，你就要得上好处，什么好处啦？你奇怪，我都念了半天，都没有感觉，因为别时说那是那个以后的因缘成熟，你的功德力到了，你才会有那个效果出来，才会相应嘛，所以那个是叫别时说，然后呢，别一说就是，他举的就是阿罗汉啊，有时候褒，有时候贬。那你说到底是褒还是贬？他在褒的时候就是鼓励大家，贬的时候是提醒大家不要以少为主，就是你还是利益众生。这四个是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对我们来讲很重要，你常常放在心里面简单的复习一下，然后再来这我们讲到的一圣三圣是一圣，这个简单几句话他虽然讲了七八个偈颂，但是他事实上他的重点是什么就是大圣他是人的究竟处，你在大圣里面才是成佛嘛，是人的究竟处就在大圣里面，你在大圣里面才能够到的究竟地。第二点，它是法的究竟处，法的来处，法的究竟处，因为那个法是佛正得的法，所以它是最上的法。那个法是哪里？佛讲给我们听的，他正到最上法讲给我们听，所以它是法的最究竟处，也是法的来处。第三个是人的究竟处，是法的究竟处，所以它那个圣是圣的究竟处。只要你这个大圣圆满，其他所有的圣都圆满圣的究竟处简单的就讲这样子因为那个大圣啊、二圣的这个种种相对的关系，我们都已经理解很多了
好，那最后是提醒他，最后提醒大家说，他这里讲了七八个颂的大圣，大圣一圣不是三圣，他不是要去除贬低或者是遣除二圣，不是用这样子来讲大圣是一圣，好，三圣是一圣，他是为了要度化二圣人而来说一圣，是为了教化二圣人而来说一圣，不是为了遣除二圣的法而来说一圣，因为二圣法也是佛讲的嘛，那你也可以解脱嘛，只是程度上不同而已，这是终点，不是为了遣除二圣法来说一圣，是为了教化接引二圣人到大圣而来说一圣，这个动机这个是很重要的，后面提醒你这个，简单复习一下，然后我们讲到五明了哈，五明的话要提醒大家，就是在以前古印度的时候，五明它是学习大圣的基本教材，就是你一定要知道的五明，所以那个瑜伽师地论才讲说闻所成谛，就是五明要不倒解，才叫做闻所成谛，就是他必须要了达通，就是这个的文思修的文的部分，你就要知道要了解五明。那第二个提醒大家是五明他讲你虽然大家是都要学习了但是他讲他是次第学习你内明这个经历论要先学他次第五个是次第学去自学你内明先弄清楚了，在下面是下面往下这些它工巧名是排在最后面了，这个是提醒大家一下。那五明因为传来我们中土的，就是只有内明比较多其他的比较少了那我们就针对经历论这边，我们重点还是在中土的，还是在着重在这边，但是。内明的话那个是阴明的话我想还是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解释一下，用最简单的，因为阴明的话我们常常讲阴明，那你很多经论也是都会用到阴明，像解深密经他在讲了正成道理的时候，他就五种相明的清净法，就清净就是他成立不成立，还有七种相明的不清净，就是这一名讲的他那个不定是因啊什么相违啦、啊、这个就是那个法不成立的所以我们还是要知道一点，那我不是说我一名懂了很多，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最基本的如果不跟大家讲一下，一名一般人是你是真的是看不懂，你进不去我也只能把最基本的东西今天讲这基本东西跟大家解释一下一个字一个字跟大家解释一下，你一名就是可以自己慢慢看慢慢看，如果这些名相你没有搞清楚他一名你要自己看真是非常非常困难了那不是说我懂得很多了我来这边我跟大家报告一下我来这边我最大的动机的目的虽然我懂得不多，但是我希望我尽最大的能力让大家都懂得很多，所以我只是带大家入门啊，那有你拿那个工具的话，哇，你仔细用功也会得到很多东西。我是带大家入门，我是希望大家得到很多不是说我懂很多好像讲英明还很厉害，没有，我只是懂得基本的，但是基本的这个门槛要带你们进去，你才有办法自己看英明的论。我那个论的市面上也很多，但是你这个基本东西你没有进去，你真的是不晓得他在讲什么事实上他也没有那么难，但是你就是要基本的东西进去，就好像唯识一样他唯识也不是说这么那么难，可是那个名相那个这么多道理那个逻辑这么多就会让你不太容易进去，事实上你那个基本道理你讲了你就可以进去了那我这边我常常尽最大的努力，就是把唯识的一些基本的观念理论，我一样一样跟大家讲。你的基本的观念理论二三十个，我们两年下来，
你都我都盼望把你讲一次给你听的，你为识你就很清楚他在讲什么，你就可以自己去用功哦，不是为识你就通的，没有了，我也没有通了哈。老师就是这要有一个方法，那个基本的理论你要懂哦。所以我今天哈，就是简单的把英明哈，这个里面他在讲什么，他最主要是在逻辑的推论上哦。它是用最主要讲比量、限量、比量、非量哦。那个《杰生秘经》是圣量、比量，然后圣言量。这里是推论，是讲这三量哦。那我们常常讲的那个表遮啊、表权的遮权啊，通通在这个逻辑里面哦。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哈。现在最比较大家会看得到的，就是因明入正理论。就是桑杰罗主菩萨造的，好、哦、啊，这个他是根据哪里？根据他的老师是陈那论师，他一脉相传的是他和、哦、后传的弟子。因为陈那论师他讲的音名叫他们现在把它归类叫做古音名，哦，他那个陈那论师他的论是叫做音名正理门论，哦，可是因为他太艰深了。人家实在看不懂哦，那桑杰罗主他就把他研究的他的师父的东西研究很清楚，然后再用这个比较大家能够理解的讲这个因明入正理论，是根据这陈那论师那边来的。那他这个我们就做做现代的因明哦，陈那论师的那个叫做古因明哦。那市面上这两种你都可以拿到很多哦，然后我们用的是也是佛陀教基金会印的哈，是藕益大师的译那个释文哦。虽然他是把陈那论师的把它简单化了，可是对我们后代来讲啊，还是看不懂他讲什么。所以如果我们不看这个释论的话哈，还是很难，连看释论都很难了。好，那我就简单的把它哈。一个字一个字把跟大家讲过一次，你就可以进去了，你就知道因明在讲什么了，他、哦、的基本的一些名相跟道理了。那、哦、我们现在看到从开始哈，释、哦、曰，好、哦，他解释因明跟正理了。因明、哦、两个字是能入，他因明能入就是他的理由是什么，他能够提供很好的理由。哦，正理两字所入，这个理由是来证明他所提出的论述能够成立。哦，因是讲他的理由，他的因由，他的原因是什么？哦，因者，哦，诸法所以然之故。因就是理由、因由、原因。哦，哦，这因是这样子。哦，那因明在讲什么呢？乃三支。比量中之一支，哦，这三支是什么？叫中阴喻。所以他因明里面讲的都是这三东西。这三东西你把它弄清楚了，哦，你以后往下读你就知道他讲什么。好，哦，他用中阴喻通通是比量的。什么叫比量？限量是我们现在所知的，说我们环境所有的一切。比量是从我们知道的一切去推论其他的道理、其他的相，或我们不知的、未知的或者已知的，哦，这从我们限量去推论，那个叫做比量。那中阴喻呢？它完全是比量，来比量，哦，那底下，哦，我们就慢慢来讲，它就解释什么是中阴喻啊，互相的，它互相的相应的功能、作用、功能是什么？哦，怎么来决定说你讲的这句话呢？这个论述呢是成立还不成立？哦，然后下面讲哈，中非因不显，哦，啊，中因喻哦，先当跟大家的白话讲一下哈，中哈，哦，就是你要提出来的论述，你主张的论述是什么？你想提出来的主张是什么？哦，你的宗旨是什么？你提出来那一句话，你的主张是什么？因呢？因就是你支持你这个提出来主张的理由是什么？
针对你的论述，你的理由是什么？你支持你这个论述、这个主张的理由是什么？那喻呢？喻就是比喻，喻就是怎么样？喻就是提出证据，提出那个证明，举出例子，证明什么？证明你的因是正确的。好、哦，举例证明，好、哦，这、就是证明，这、就是喻，好、哦，这是三个关系，好、哦，所以他说中非因不显，那个中啊，你所要提出来的主张，是因为因成立，你的因要成立，你的论述才会成立，好、哦，所以他中非因不显，喻非因不立，好、哦，那个喻那个因呢？跟喻是两个是连接在一起的，哦，因跟喻了，来决定你这个论述成不成立，哦，这是中因喻的互相的关系，哦，因即明，如果你的因是成立的，哦，你的因跟喻是成立的，你的中也成立了，你所提的论述主张也成立了，那就会怎么样？因明的功能在哪里？它的功能叫做能立能破，能立就是建立你的论述、你的主张、你的理论，叫做能立。好、哦，这能立的部分是能立的部分是自立的部分，你提出你的想法、你的主张、你的心得，好、哦，你的理论，好、哦。那能破是什么？能破就是要利他的部分，就是要破外道的邪见。哦，所以因明他的最主要就是说能力能破，能够建立你自己的理论，然后能够降服外道、破外道，然后呢摄受外道进到我们大乘佛法。他最主要是这两种功能，哦，他的功能、他的目的就是因明，就是叫也是自利利他了哈、哦。但是他的偏胜在他是降服外道了，破外道的邪见，哦。再来讲他这一个一个讲中因喻、哦、什么叫做中、哦、他有一些条件的限制、哦、论论约、哦、就是那个论、哦、此中他讲说此中中者中在讲什么中、哦、他有两个必要条件、哦、他叫做中他指的中是说两个必要条件一个就叫集成有法一个叫做集成能别、哦、这是什么意思、啊哦我先简单白话讲一下，它下面四论有稍微有解释哈、哦。就中它是分成两个部分，它的论述那个主张它分成两部。第一个叫主题，你的主题是什么？好、哦，那主题就要集成有法。好、哦，那主题叫做集成，叫做大家都知道的，大家都同意的。啊，有法是什么？有法就是你要存在的法，不管是有为无为哈。哦你要存在的，哦，有事实存在的法，哦，你不能说我的主题是皮卡丘或者哆啦 A 梦，那不存在了，那只有名字不存在的，你这个论述是它是没有意义的，它就终就不存在的，一定要集成这两个东西，就是集成就是你讲的事情大家都要知道了，哦。第一个就是它是前这个是主题的部分哈、哦，这是主题，哦，那它就有个举一个最简单最短的个例子，就是生是无常，这个论述，这个是中，这个论述，生是什么？生是它所面的主题是什么？它的主题是在讲生，哦，这个是叫做前程，哦，那后面的呢是它的述论述。主题是生，论述是叫做无常。无常是在讲生、哦，所以无常的条件是什么？第一点要集成，就是大家要知道的。哦、你那个论述不能说、哦、大家讲大家不知道了。比如讲啊，你讲微积分的理论，然后拿谁知道啊？只有回学术才知道啊。你讲大家都听得懂你要讲什么了。好、哦，这个集成，那能别呢？什么叫能别？哈、哦？就是他个别的论述，针对这个主题，他个别的论述就是前程跟后程这两件事情是有差别的，好、哦，一个是主题，一个是对这个主题的论述，
差别性故，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他在讲中阴律的时候，他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哦，这两个是有差别性的，哦，随自乐为所成立性，哦，那为什么会分成这两个呢？随自乐，随自的就是随自的，它就是随着你主观的，你想提出什么论述都可以，只要中阴律成立，它就成立；只要阴跟欲成立，它就成立。哦，就是你主观的，你主观的，你想做什么论述都可以。那成不成立就看那个因跟欲，你的理由跟提出的证据。哦，是名为宗，宗就是在讲这个东西。哦，然后他如有成立，哦，他举一个例子给讲，生死无常，最简单的例子来讲，生死无常。哦，大概是这样，他论是这样子。哦，那我们看那个四论，哦，那个欧益大师这节的解释，哦，四曰：即是前程，即从有法，以为中医。前面呢，叫做前程，哦，也叫做他把它叫做中医，哦。那为什么中医呢？是整个这个中这个论述，它的主题，这个论述不是以这个主题是为它的一，哦，就是归一，它是最主要是讲这个陈述，这个前程这件事情，哦。后程即成能别，以为中体。中体是最主要，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在后面的论述，哦，这作为中体。前面叫做中医是主题，后面这个论述叫做中体。最主要是要讲最主要的说法，这个主张叫做中体。即自意许差别性故，哦，自意就是随你的意思，你提什么，你想提什么论述都可以，然后前程后程有差别，不一样，它不一样的，故名为宗，哦，就是讲这个宗，哈，哦。那后面他再继续讲，比如我们讲上面不是说生是无常吗？后来讲生之一字即是前程，啊，前程要怎么样？除了刚讲集成以外，哈，啊，哈，啊，还有什么？还有法，哈，哦。它的条件是这样子，无常二字，生是无常，无常后面两个人，无常是后体，叫做中体，后程叫做中体，哦，啊，解释集成，啊，不是前面前程不是要集成有法吗？哦，啊，解释咱们在集成为道理决定成就，哦，道理决定就是大家都同意的，大家都知道有这件事情，大家都同意的，哦，那个主题一定要是这样子，哦，然后主题前程还有第二个条件，或言有法者，什么叫有法？那不集成有法吗？有法，哦，他解释什么叫有法，他说不同龟毛兔角，但是名字，龟毛兔角不存在，它只有名字嘛，这个就不能叫做 有法，哦哦，它有名字，然后也有存在的东西，实际上存在的东西，不管有为无为，哦，你只有龟毛兔角，那只有名字，它不存在，不能作为你的前程，你的主题，哦，我们不能去讨论说是哦，皮卡丘的什么事情，哦，那是没有意义的，哦，因为它不存在，只有名字。言能别者，正是中体，它最重要的部分是这个中体，是这个论述，哦，这个论述是为什么叫做正，叫做中体呢？为显前程有法中医，这个论述是来的描述你那个主题前程，后程是来的显示，来描述，来解说前程那个主题。所以前程跟后程是所别故，是不一样的，前程后程是不一样的，哦，大家讲解释这个中啦，哦，然后我们再好，哦，底下是中来讲因呢，啊，哈，因的话就是支持你这个论述的理由是什么，好，哦，那欲呢就是他提出来的证明是什么，提出来证据是什么，好，哦，那现在有接下来讲说，那因你那个中成立，你的讲法成立的话，需要有什么条件？就是你要记住这三个条件，大家在讲因有三项，这个三项呢，通通要成立，缺一不可。
你三项都成立了，你这个论述就成立。你三项有一样不成立，它就是不成立。好、哦，这要讲因有三项，好、哦，何等为三？好、哦，它这个因是包括欲在里面了，因跟欲它是一起讲的，因为那个欲的话是那个因的证据嘛，提出来的证据，举例说明嘛，的证据嘛，它一起讲的。好、哦，何等为三？好、哦，有三这个三者三个成立，它才成立。第一个条件是为辨识中法性，啊、哦，辨识中法性，这是两个条件，一个是辨识中，一个是法性就有法性，好、哦，它的因必须要是辨识中，就是它的因要跟中哈、哦，它的前程跟后程哈、哦，它的性质要一样，好、哦，你不能主题是这样子，然后你天马行空，你的论述这跟这完全没有关系了哈。哦然后是有法、哦、有法就是它的存在的、哦、不是只有名字它存在的、哦、我就用白话简单先跟大家讲一下然后他讲下面的文、哦、因为先要跟大家讲一下要不然你看那个文、哦、也是看了不傻傻然后第二个条件同频定有性、哦啊、同频 叫什么意思呢同频就是因、哦就是这个欲、哦、第一个是讲因的、哦、第二个是讲欲如果跟中同频、哦、它一定要跟因同频它这同频是这样子讲同频是两个将两件事情那个欲跟中同频前面说同频同一个品类同一个性质同一个异类同一个同一个品类那个种类啦性质啦、哦、要一样的、哦啊、定有性是什么一定要这样子你不能有一个例外有 你可以举出一个例外在辩论的时候你只要举出一个例外你这个论述就不成立、哦、定有性就不可能有例外、哦、跟中同频的跟因也要同频、哦、不能有例外、哦、第一个讲一品变无性一品就是那个欲、啊、举出来中因那个欲、啊、它的品类、啊、如果跟中不一样它跟因一定要不一样变无它就一定要这样子、哦、如果有一个例外不成立、哦、这是讲什么呢一个是正向的举例在说明一个是反向的正向的通通成立没有一个例外反向的跟它一样 一定 不一样哦、他的反向的说法一定要跟他的论述是完全不一样如果是反向的例子然后跟他的正向是一样的话那就不成立、哦、这三个缺一不可、哦、那我们来看看、哦、这个要举例说明或者、哦、这样讲、哦、也是是不是很清楚我们看看他这个试论怎么说、哦、然后我再用这个例子跟大家讲一下这三个条件、哦第一个条件是讲因跟中的关系、哦、下面两个是讲欲跟中跟因的关系、哦哦、我们看到四约、哦、第一个条件辨识中有法、哦、一者需要辨识中及有法之性、哦、这是讲因、哦、因而上这是讲因、哦、我们看看这个、哦我们看看这个、哦、下面这个中这个论述生是无常这是它的中、哦、生是前程无常是后程、哦、因是什么生是无常它的理由是什么所作性故什么所作性是造作来的是造作跟造作有关系的、哦、那这个因第一个讲是普遍性、哦、要辨识中就是因这个品性这个性质呢要跟中一跟中体这个性质是要一样的好、哦、所以我们看看有没有一样、哦、所作性生是所作性啊一样的同一个性质的生是制作生的出来的嘛好、哦、它品性性质是一样的好、哦、因跟中是同频的好、哦、第二个是所作无常所作性是无常
所作性是无常，所以它的性质也是一样的。所以因它的性质要跟前面的中一跟中体两个性质要一样的，这是变是中。这个因的性质要变，就是两个都要一样，跟你的前尘后尘都要一样。好，它的性质一样，生是所作性，所作性是无常，它是变。好，这个是这个例子。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哈，它的文哈，如所作性三个字哈，它的因哈，妄于生之有法，生是前尘嘛哈，它就是存在的东西嘛哈，无常之中这两个前尘后尘哦，对于生跟无常，好，这个这两件事情啊，决定皆由所作性意，好，性是性质，意是它的意理，它的境界是一样的，好，所以叫做变，好，有法是要最主要是讲这个前尘主题的部分，好，所以它这样子叫做什么变是中法性，好，那我们看看，我们再举个例子说，那不存在的是什么呢？不存在哈。我们讲的是中一样是生是无常，啊，那因是什么？理由是什么？肉眼之对象故，啊，肉眼之对象对于生性质不同，所以因跟中不同品，不行，啊，然后肉眼之对象，啊，无常，它对得上，性质是一样。肉眼所对也是无常嘛，是色法嘛，好是无常嘛。可是它跟前尘性质不一样，所以它不是变是中，它只有变，它只有跟那个后面的后尘是一样，跟前尘不一样，不可以。它要变是前尘跟后尘才可以。所以这一句话呢，这个中哈，跟因这样，这个论述不成立。哦，这个是举个例子讲，这是成立的，这是不成立的。哦，他是在讲什么？用例子来讲，大家会比较清楚一点。哦哦，辨识中有法，就是他的因跟前尘的生要是同一个性质的，跟他的后面的后尘也是同一个，要同品的。哦，这是第一个条件。哦，第二个条件叫做，同品定有性，同品定有性哈。他还讲什么哈？二者与同品喻中，须是定有之性，定有就是一定要这样子，不能有例外。哦，他还讲什么？他这个喻哈，怎么叫做同品呢？同品就是跟你的中是一样的性质的，同品是。跟中一样的，它的中体了哈，它的跟后尘一样性质的比喻，好，一定要跟因的品类是一样的，而且不能有例外。好，我们看它文怎么说哈，这白话的解释是这样的，文后来怎么说哈？如平等无常，比如说与这个下面这个例子来讲哈。中是生是无常，哦，因是什么？理由是所作性故，哦，自作因为造作的关系，哦，这个跟中同品的欲叫同品欲，哦，如平等，平是怎么样？它的性质，平跟无常是同性质的，无常，平是什么？是无常嘛，跟它是同一个性质的，哦，跟它的性质，它跟中是同品，同一个性质的，它也要跟因是同品，哦，那你看看因，哦，有没有同品？平是所作性啊，一样啊，同一性质的，所以这一个论述成立。哦，同频喻是什么？哦，就是跟中体同品的比喻，同一些性质的比喻，跟你的理由、你的因也要同一个性质。好，这样就成立。你如果可以举出一个例外，这个就不成立。就所有的这个条件之下，一定要一样，一个例外不成立。好，所以他说，如平等无常，
平跟无常，平是这个欲，无常是中的后尘，哦，这两个是一样，名同品欲，哦，然后这两个是一样呢，定有所作性意也，然后一定要跟因所作性质是一样的成立，哦，那再举一个例子，那什么是不成立呢？哦，如果终是无常，因是所闻性故，哦，如果因是这样子，它跟如平等，哦，如平等是跟终无常是一样的性质啦，可是它跟因都不一样啦，平是跟所闻性质不同啦，这两个对不起来啦，哦，所以平是无常，跟终是同品，可是平跟因所闻性不同一个性质，品类不同，所以这一句话，生是无常，所闻性故，如平等，这个不成立。哦，这个解释大概是这样子哈，哦。这个用例子来解释哈，哦，你用文字哈，哦，讲半天也听不清楚。但这个例子来解释，你就会清楚说他文在讲什么。好，哦，的重点就是这样哈，哦，同频域。定有同频一定有，哦，就是定有，就是只要你找出一个例外就不可以，跟中同频的一定要跟因同频，你能找一个例外就不成立，哦，再来下来，啊，第三个条件一品一这个欲一品便无，哦哦，我们先来看一下文，哦，于欲品欲中须是便无之性，哦，只要你这个举出来的例子，这证明你跟中是一样的，你跟中是不一样的，你跟因的品类也一定要不一样，变无一定要不一样，有一个你举一个例子出来是一样的，那就不成立，哦，但是它的意思是这样子了，哦，我们待会用这个解释一下，你就懂了，哦，比如说这个，哦，生是无常，哦，生是无常，因是什么所作性故，它一品欲是什么，如虚空等，虚空跟中不同品，虚空是常不是无常，所谓虚空跟无常不同性质，它跟中不同的时候它一定要跟因不同，哦，所以虚空跟因同不同，不同，虚空不是所作性，啊，虚空不是你能制造出来的，不因你造作出来的，所以这个是正因，就是成立的，哦，就是在讲这件事情，欲跟中不一样，品类不一样，性质不一样，你一定要跟因的品类不一样，这是反向的来证明，哦，刚刚是正向的证明，哦，就是讲欲品便无它的意思，哦，我们看到文，哦，它是讲这件事情，如虚空等，哦，虚空就是他的欲，哦，他举出来的欲，哦，几律证明的，如虚空等非是无常，虚空非是无常，中是无常，所以虚空跟中不同品，哦，所以他跟因也不同品，哦，跟中不同品叫做欲品欲，哦，周遍推求觉无所作性意也，你再怎么样去推求，怎么样去寻求，怎么样去推论，跟因都要不一样，跟所作性都要不一样，觉无所作性也，就是跟因不一样，哦，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哦，这个简单的解释中因欲，这个要把它搞清楚就不是很容易了，哦，因为他解释他，你不看那个释论的话，哦，你看释论都不傻傻，但是我这样子用例子跟他讲一下，你马上就懂了，终于你就很清楚了，哦，三个条件，第一个你的因要跟你的中的前尘跟后尘是同一个品类的，而且你的前尘是有法，哦，是存在的，
存在的东西不能只有一个名字啊，哦，哆啦 A 梦不行，哦，哦，龟毛兔脚不行，哦，那不是你的主题，哦，然后你的论述要是大众所周知、集成的，大家都知道你在讲什么的，大家都同意的，哦。第二个理由，第二个成立的理由，这三个都缺一不可哈，同时要具足哈，这正面的来证明，就是你举出来的例子跟中是同频的，跟音一定要同频，就是同频，好，同频定有。好，反面的例子是什么？哦，反面的例子是说，你举出来的喻，你的例子。如果跟中是不一样的一品的，你跟音一定要一品，一定要不一样。你能举出一个是例外不成立，哦，这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具足，这个论述才成立。哦，那整部论它这个整部论里面都是依这个基本的原则去弄的。推论他后来要推论说有很多是不定的啦，四音啦、啊、相尾啦、啊、什么啦，完全是这个原则在走的。只不过我们解释上是用这么简单四个字生死无常，他后面的论述我们看到我们经论上很多论述，那论述都很长的，可是他应用是这个方法，当然里面很复杂啦，很复杂，但是基本原理是这样子的。它再复杂要成立还是要三个条件，哦，这个条件这个东西你基本的东西你懂了，你音名你就可以自己看，只是它还是很复杂，哦，不是说我很行，我看我音名也是看了常常看得头都晕晕的，哦，但是你没有这个你绝对你看不懂，你不晓得它讲了半天了，他说这个成立那个不成立，你也搞不懂他为什么说他成立不成立，他下面他都不再跟你解释这个东西的，下面就是要应用这个，底下都一直在应用这个东西的，哦，你这个不懂了，后面你不晓得他在讲什么，哦，一直在讲成立不成立成立不成立，他没有在跟你讲很多理由了，哦，那本来是那个解释密经里面有七个相名不清净不成立，哦，他完全是讲这个音名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中英语这个东西，本来想跟大家讲一下，后来讲说哇那实在花太多时间了，讲了那个六个不定，哦，那个是花时间的，我就带大家到这边为止，哦，因为再下去我也是头晕晕的，哦，因为这个你们就进门入门了，你们一名就可以看了，哦，但要花很多时间了，要一名就可以进去了，你这一段这个没有弄清楚，哦，你一名你进不去，你看不懂他在讲什么，哦，啊，这个就带大家一名就带大家讲一下，因为考虑了很久呢，我是很勇敢的跟大家讲这个呢，因为要讲这个不容易，不是你开开就可以讲给大家听，那是很烧脑的，哦，但是我后来还考虑一下，还是要把这基本东西让他知道一下，哦，你们就可以自己看音名，哦，就是带你们到这边了，基本的大家到这边了，哦，好了，那我们就继续往下讲了，哦，那个五名我们就这样子讲了，好，哦哦，那下面呢，下面开始下去的话，哦，下面看下去就是讲什么，进到新的一个主题哈，哦。这个讲这个新主题之前哈，哦，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个疑问哈，哦？我们的五名，你看一个寄送他讲一个寄送而已，然后讲那个三圣哈，哦，是一圣哈，哦，他讲七八个寄送，讲了很多，为什么是这样子哈？哦，因为我们现在呢讲到时节因缘对象不同，猜在当时有很多是修二圣法的人修行人，所以他对于三圣是一圣，哦，他讲很多就是要帮助那些二圣人讲回到那个大圣，哦，那五明他为什么讲很少，五明是大家基本的功课，大家知道一定要学五明，你大圣法就是要学五明，这自利利他
好、哦，一名是自利嘛，下面四个名都是要利他，最主要是要利他的。所以当时对五名大家可能都很蛮有概念的，所以他就讲的很少。啊，现在我们回到我们这边的话，我们相反，我们真的每天都要去看大圣经论啊，那我们就不用讲了。你好像就讲那么多啊，怎么怎么？我们这个很了解，所以我们就很简单的那个。三圣一世一圣，我们就简单了，因为大家都知道道理。他为什么讲那么多？对我们来讲，五明我们讲比较陌生啊。他讲一个偈颂，啊、哦，他是因为他时节因缘的关系哈、哦，因缘不一样哈、哦。那我们现在进入到这个下面一个主题哈、哦，下面一个主题他就是呢讲六度，开始要讲六度哈。哦啊，讲六度哈、哦，他从什么开始讲？他讲你作意开始讲。为什么讲？他讲下面讲44个这个作意哈、哦，一直到下面都有十几个偈颂，都是讲作意。哪一方面的作意？针对波罗蜜六度的作意，十几个都是讲作意。好、哦，那他为什么不直接讲六度？六度在后面很多讲哈。六度在那个后面的度色品哦，哇，那讲很多很多，哦，他先讲最重要，你要发心的问题，你那个动机的问题，你动机要对，就是对于六度波罗蜜，你的动机是什么？哦，就是你的作意什么？你作意要是如理的作意，他先告诉你你的观念要怎么样，对于六度。你的观念波罗蜜，你的观念要是什么？他讲40几个、哦、先跟大家讲一下说，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不直接讲六度，先讲作意，这么多作意，这些作意则是针对六度了，就是你要建立了正确的观念，你要如理作意，作意什么？就是作念、起心动念，你的动机是什么？哦、这个动机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楞严经上讲因地不争哦，果造迂曲哦，你动机不对，你就可能就修到最后不是大乘佛法、哦、你不晓跑到哪里去了哦，你还是修六度哦，可是你就不是，你的成就就不是大乘佛法的成就了。所以他花那么多时间讲这个作意哦，先跟大家讲一下哦，不然你会觉得很奇怪，还讲这么多，为什么直接了当哦，开门见山，你就告诉我六度是什么就好了嘛。哦，好，告诉你，你的作意、你的动机错了，你六度修到结果是不是大乘佛法的结果？所以他花那么多时间，哈、哦，讲这个六度的事情，那个六度的那个作意了，哈、哦。那我很简单哈、哦，先讲一下哈、哦，告诉大家说哈、哦，它有三个重点，哈、哦，它六度有三个重点。虽然很简单，可是他40几个作意，到后面的六度，有一两品都在讲六度，讲很多哦。事实上不离开这个这么简单的一个三个重点，哦，我跟大家讲一下哦。你看起来很简单，为什么我要讲的？就是他六度的重点，他所有的作意哦，完全是绕着上面讲的。这个重点你抓到，你就知道作意。都是在讲这三件事情。好、哦，这三件事情是关于六度哈、哦，波罗蜜哈、哦，那解深密经的地波罗蜜品哈、哦，它定义什么叫六度？哦，然后观自在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世诸菩萨凡有几种所应学事，菩萨有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学的，你一定要学的，好、哦。”然后佛告观自在菩萨：“善男子，菩萨学士略有六种，大概讲的这六种菩萨一定要学，没有这六种你就不是菩萨、哦哦、所谓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净律跟慧，这六度，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可是他义理非常非常的深。他现在讲是作意，是完全的就是六度的作意哈。哦”那后面的度色品啊怎么样，后面讲一大堆哦，度色度就讲六度哦，色就是四色事啊、哦、他讲很多，他一直在重复讲，可是每一次讲他那个理哦
就往深下往上讲，所以他重复一直重复讲，可是每次讲他的理是不太一样哦，他那个程度在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哦。哦，那为什么 不一次讲讲到底，一次讲到你赚不到，他还是他要告诉你的意思哦，所以你就觉得说他为什么一直重复，就是这样耶。哦，那和我讲很多，我从以前到以前我讲很多观念，我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跟大家讲，为什么？一来怕大家忘了，哦，每次讲再加一点新东西，加一点新东西，因为这个理论这个基本的东西都是后来要用了，如果你不晓得这些东西，你后来面要理解这个里面的事，他那个里面想要转达的意思，你很难抓得到，哦。好，哦，所以呢这个重点是什么，这六种到重点是什么，第一个重点是到彼岸，就有了这六种，你到彼岸靠什么到彼岸解脱，你靠什么解脱，靠这六个解脱，哦，就是讲第一个重点靠这个解脱，哦，到彼岸为什么要学六度，因为它可以到彼岸，哦哦，那为什么六度可以到彼岸，哦，第二个重点是六度可以让你这戒定慧三无漏学圆满成就，为什么他到彼岸？理由是什么啊？哦，他说：“善男子，当知初三，不思十戒忍辱这三个，哦，但是增上戒学所摄，就是让可以增上，可以让你的戒圆满。哦，不思十戒忍辱，上次有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哈，哦，戒。”不只是它是指持跟作持，布施跟戒有什么关系啊？戒不是说啊，这戒律我们不能犯吗？布施跟戒有什么关系啊？布施就是戒的一部分，它是作持的部分，你就是作持之后你不做就会犯，指持是戒律，你做了就犯，就是那些戒条哈，你不能做的，做了就犯。作持是你没有发菩提心去利益众生。你不做这个事是犯，哦，所以布施，哦，持戒，然后忍辱，通通归到戒学里面。戒学是含这两种的，哦。然后净律一种，但是增上心学，增上心学是定，哦，你没有这个定，你没有极静的心，你都会不起来的，哦。那极静的心为什么那么重要？静虑为什么那么重要？静虑它光是禅定你能够断障吗？没有办法。可是禅定它是你没有禅定慧就没有起来，因为禅定是什么？因为它极静心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性在那边。为什么？因为所有的烦恼，不管你二十种烦恼几十种烦恼，你看它的最主要一个一定有了一个特质是什么？叫做不极静性。只要烦恼来了，你一定不极静。当你极静的，你有定的时候，哦，烦恼就不容易起来了，因为它不会并存了，啊。极静跟不极静，它不会并存了，啊。所以你一定要有定，有定，哦，你这个烦恼才比较不会起现行，哦。但是你只有定也不能解脱啊。它只是让它不起现行，那种子还在啊，你烦恼种子、二障种子都还在啊。哦，所以定心学就是定，哦，定对我们也来讲也是重要。你这个戒定也要圆满，哦。那么慧呢？慧是增上慧学所摄，哦，就是增长我们的智慧，就是它的般若波罗蜜嘛，哦，就是六度让我们戒定慧。戒定会成就，戒定会成就，当然你就到彼岸了，哦，啊。最后说精进是六度里面精进的，便于这三者戒定会，哦。精进是什么？精进是满善为业，圆满你的善就要靠精进了，你懂得再多你不做有什么用呢，哦。所以精进是什么？三件事情，哦，三件事情 跟我们修行有关的，哦，三个心所，一个是信心所，信心所静心为性，哦，然后什么乐善为业，你要喜欢去做那个善，培养你的善根，清净你的心。第二个是什么？无贪无嗔无痴，
这个三个善根，十一个善心所的三个，三个是什么？做善为业，你就是要去做那些善根。最后呢，精进，精进是成就所有一切六度的成就，就考清，最后考精进。精进是什么？满善为业，你圆满所有的善，就是靠精进。好，所以第二个重点就是六度，第二重点就是他戒定慧会是圆满成就。好，那戒定慧这个般若这个六度里面呢，最重要的是这个慧，这个慧是决定你会不会到彼岸，最后的关键就是般若，就是慧。好，我就它的重要性哈，我就用那个地不容昧品哈，跟大家讲，因为我们上个礼拜都有在讲着，一切法皆无自性嘛哈，三无自性嘛哈，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我们不是在讲那一段了嘛哈，他是观自在菩萨，观世音菩萨继续问佛哈，三自性啊，三无自性啊，然后世尊菩萨也何等波罗蜜，六个波罗蜜里面呢？哪一个波罗蜜取一切法无自性心？我们刚以前不是讲一切法无自性心嘛，三无自性心嘛，哈，六度里面取是什么？圆取，你可以去知道了达通达一切法无自性心，三个啦，哦，不是前五个，是最后那一个哈。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以般若波罗蜜多能取诸法无自性心。”就是你没有般若的话，你没有办法去通达了达，去证得一切法无自性心。那我们讲了半天呢，那叫做信解，他讲的是正解。好，那为什么你要取没有般若的话，你没有办法了达一切法无自性心？你有般若，般若的最后面是要最后要达到什么？无分别智，啊，无分别智，你才有厚德智。一切法无自性心，在三自性里面，你有什么都有什么有什么可以去圆成实呢？真如呢？无分别智才可以去圆真如啊。好，那你有什么智可以去圆依他起跟那个遍计所知相呢？厚德智才可以圆啊，你厚德智才可以圆说，哎呀，那个依他起相是没有的，好，那个遍计所知相是没有了，依他起是因缘法，是假有的，是杂染的，你要厚德智才可以啊，厚德智才哪里来？无分别智啊，所以最后的关键就是般若。般若波罗蜜说，一切最后的关键是在这里。你能够断障，就是要看般若。断障靠什么？无分别智啊。转依靠什么？无分别智啊。好，那个厚德智，他去圆那个依他，那厚德智也是无分别智来的啊。没有无分别智，你有厚德智吗？好，那厚德智，你看十六品心，厚德智它是法。那个真如法无分别智而来了解这个依他起相种种的虚妄性啊，然后才去断障啊。所以断障最后你根本来讲还是无分别智啊，所以还是这个六度里面这般若是最重要的哦。这我们最后的目的是菩提啊，好，菩提就是般若就最重要的哦。这是讲跟大家讲一下哈。但是我们做事要次第的，哦，般若的部分它是偏胜在次第的部分，前三度是偏胜在利他的部分哈，哦。我们再看一下，第一个重点是六度它是可以到彼岸的，第二个重点是六度可以让戒定慧三学圆满成就的，哦。第三个重点它讲什么哈？就三个重点，嗯，怎么样绕来还是这少三点哈？第三个重点，世尊，哦，何因缘故施设如是所应学士？你施设这些六度要最主要目的是要做什么？哦，但有六数。哦，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施设这个六度，六度的
目的是什么？哦，一者，饶益诸有情故。前三度都是要饶益诸有情的，哦。二者，对治诸烦恼故。六度它最主要的功能，它的目的是要做这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饶益有情，就是成熟众生；第二件事情对治烦恼。只要有烦恼，我们有三个杂染，烦恼杂染就有业的杂染，有业的杂染就有生的杂染，然后再重复，哦。所以烦恼你没有断，那这菩提涅槃就不用谈了，哦。当知前三饶益有情，哦，不施世界忍辱；后三对治一切烦恼。所以六度这是两个目的，你要记得这是两个目的。他会讲一堆，可是不离这个事情，哦，这三件事情，哦，看起来很简单，说讲了一大堆，就是绕了三个主轴在转。你抓到了，哦，你就知道，你就容易知道他在讲什么，哦，啊，底下还讲那么多咒语，四十几个咒语，哦，对，最主要是讲这两件事情，这三件事情，一个到彼岸，一个戒定慧圆满，一个是饶益有情，对治烦恼，哦。那不是就是我们大乘佛法发菩提心不是这样子吗？我们所缘境就是众生跟佛法成就啊，就是菩提心就是两个，所缘境是这两个啊，哦，那那六度就是有三个重点。那个慧寂大师啊，他讲怎么讲六度，他说除了离开六度更无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就是讲六度，当然哈，你不能把它解读成是说就贬低所有一切法了，就大乘佛法只有六度法，其他都不是了哈。它是我们要把它看成什么？就是它是在鼓励呀，哈，赞扬了哈。佛的讲法有四种不离四种意嘛，哈，它是别意义啊，它是别种不同的讲法，它是在鼓励我们。你不能把它看成说它否定一切大乘法，哈。然后除了六度更无大乘佛法，哦，但是讲就是六度就是这么重要，哦，菩萨他讲的他做的就是在讲这六度的事情，哦，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哦，那个我们看下面那个277颂，哦哦，就是开始讲，哦，上一颂他那个最后面来说，哦，我们看那个文，哦，以说明处，哦，以说是五明，哦，明哦，哦，上次也跟大家讲一下明，哦，它常常有两种意思，一个是学问，这一个科目的学问，哦，这五种科目的学问，一个明叫做学处，这是你要在学习的地方，哦，以说明处就是五明大家要学习的地方，哦，次说长养三根，哦，就是他底下要讲的是说，哦，用六度来长养三根，哦，用六度来长养我们的三根，他讲的六度的功能，像针对长养我们的三根来讲这个六度，他又可以有不同方面来讲这个六度，哦，所谓作意满足波罗蜜，底下的重点是在讲作意，用作意来圆满，满足这是圆满，用作意起心动念，作念你的动机，如理作意，如理的动机来圆满波罗蜜，就是你要心，你要动机要对，哦，此作意有44种，哦，初为知音作意，哦，第一个作意就是知音作意，知音就是你的因子嘛，当然是发菩提心啊，哦，你作意，你登行六度，你第一个最主要发菩提心，因是什么？因是你要发菩提心呢，啊，乃至最后为知什么？知道我胜作意，就是六度是最究竟的，哦，最究竟的，你要知道，哦，现在我们想下面所讲的所有一切，哦，都是在信解上讲的，还没有讲到实行的方法。所以这次讲44种作意都是讲你要起心动念，所以他用知啊，哦，
知因作义，然后知我胜，我胜作义，都是讲信解的部分了哈。这跟大家先提醒一下，他是讲信解的部分。我知道这件事情了，我要做这种起心动念，我要做这种作念，哈、哦，哦，此等作义，今当显说。那底下就是慢慢来讲，哈、哦，这44种作义，哈、哦。就先跟大家提醒一下，他主题他讲什么？他讲他用作义来圆满诸波罗蜜。第一步，你要做波罗蜜，就是你要发心要对，好、哦，哦。那我们现在来看那个偈颂哈，277颂哈，偈曰哈。他、哦、这个偈颂呢，讲四个作义哈、哦。这个四个作义，这个偈颂在讲什么？讲你的发心呢、啊？你第一个动机，他44个作义哈，他是次第啊，一个一个来的，不是你跳着来的哦。次第的第一个作义就是有四个作义，就是讲你的发心的部分哦。知音就是那菩提心呐、啊，你要发菩提心，你要六度人像菩提心呐、啊。好、哦，念一根据那个你发的菩提心，你去执行去做了。共果就是你要利益众生啊。你要自利利他共果，信解就是你要了解，你要相信，你要了解六度，哦。然后他又讲随意修，那有四个随意修，次第的随意修，这四个这个讲的作义都是次第来说，一个一个哦，有次第性的，哦哦，修习诸三根，哦，随意有四个随意修来修习诸三根，他这个偈颂是在讲这个，哦。我们看他的四文哈、哦，四曰，此偈有4种作义，哦，一个叫做知音作义，一个是念依作义，第三个叫共果作义，第四叫信解作义。菩萨最初哈、哦，现在讲哈、哦，第一个是知音作义，他讲什么哈、哦？菩萨最初助性而作四念。哦，菩萨最初是什么？最初发菩提心。哦，助性是什么？助菩萨种性而做四念。菩萨最初一刚开始的时候，他要发菩提心，安住在菩萨种性。哦，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发菩提心，哦，而做四念。我今自见波罗蜜性。知可增长，哦，我今他是自见哦，他是自见，不是他已经证哦，这是了解了达明了，哦，波罗蜜到彼岸可以证得菩提的，只要我发菩提心，我安住在菩萨种性，我行菩萨道，哦，知可增长，我到彼岸可以日日增上。往正菩提的方向，我可以得到。只要你发菩提心，你安住在菩萨种性，你了解，你明了，哦，他这个见不是正道这个事情的，还是在信解上来讲，哈、哦，这知音作义，第一件事情你要发菩提心，哦，啊，安住在菩萨种性，哦，那第二个作义，哈、哦。次作四念，哦，他有次第，哦，一个一个来的，哦，次作四念，我今已发大心，诸波罗蜜决定当得圆满，哦，我发的菩提心，我安住在菩萨种性，我的波罗蜜性可以增长，可以圆满，何以故？为什么？因为以此大心为依止故。我就依止这个东西，依止我的菩提心，依止我的愿，哦，只要我依止它，我就可以增长到彼岸，哦，证菩提，哦，是名念依作义，就是我要时时的作义，哦，我要依止这个念头，我不能离开这个目的，哦，那作义是什么？作义心所是什么？警心为性啊，你常警惕自己，我的所缘境是什么？然后隐心
向自呃去向自净啊，自净就是你所所缘境啊，哦，就是念依你常常作意，我不离开这个心，然后我相信我不离开这个心，我行菩萨道，我可以决定圆满诸波罗蜜到彼岸，哦，这个依，先发心，然后依这个念，哦，依这个菩提心，次作是念，我已发心了。好，然后也依这个心来做了，为利自他勤修诸波罗蜜，哦，你已经开始修行了，然后他你还要做一个什么？做一什么？持果若供，即愿受之，哦，这个果呢，就是你修自利利他的波罗蜜所得到的，果报，好的等果报，哦，善根成熟的果报，哦。若供即愿受之，供什么？供众生，就是我如果修的东西，我得了东西，我只有我得到好处，哦，不行。如果众生也可以得到我所修得的所有的好处，愿受之，我就发这个愿，我就愿意接受，去发这个愿去做这件事情。若不供他，即愿不受，愿不受。就是我修得的所有的善根福德因缘果报，如果不能够跟众生共，是不共众生，就是众生也得不到这个好处，只有我得到好处，哦，那这个愿我不受，我不发这种愿，我不发这个愿，哦，只有我一个人好得不得了，不发那不叫善，哦，这是讲的，这是明道是名共苦作义，哦，就是这样讲这个，哦，他讲发心啊，然后依这个菩提心菩提愿来行啊，然后他赶快跟你讲说，哦，这个菩提愿是利利他，哦，不是你修六度是自己要得到什么大好处，哦，然后次作是念，哦，下面一个作意，哦，这三个作意以后，第四个我今勤行自他利时，我的意思，次第来讲已经讲到自他自利利他了，好，再来要做什么？应通达涅槃真实方便，哦，就是你要通达十二分教圣严量，你要了达，你要知道涅槃真实就是实相。诸法的实相你要去通达，哦，那方便是什么？是善巧方便，你利益众生的方法善巧方便你也要通达，哦，你要了达十二分教，哦，诸法实相，然后利益众生所有一切方法，哦，功能，哦，种种的理论你都要知道，不只是通达诸法实相，你利益众生的方便善巧你也要知道，哦，这是重点的时候，哦，那次第来讲了，哦，就是你要的圣驾量你要非常了解，哦，那圣驾量它用于大概是六度九十自利利他啦，哦，然后讲所谓，哦，他才来解释什么叫做涅槃真实方便啦，哦，所谓不染三轮，哦，如过去诸佛成解，哦，那通达他讲通达是讲信解的部分，不是正解的部分，哦，不是他地上菩萨正解的部分，是信解的部分，我们是闻思的部分了，哦，所以不染三轮，不染三轮不着，不染就是不着，三轮就是施者作者跟这个所做的对象了，哦，不染三轮就是 不分别，不着不取，哦，不着这些东西，你通达这些你要自利众生，但是你不着自利众生，你不能说我在利益众生，哦，就是这个意思，无分别，哦，你着的话你就不会有无分别智，哦，那为什么不着？因为一切法不离于事，都是跟事有关系，由事而来的，不管是生病缘变通是事来的，没有自信你不能着，你着了不要说着有，
你有空有有这个冥想，有空有二相未除，你都没有办法证身如，好，所以这不着。如过去诸佛成解，这个解就是正解了。刚刚上面那个解释，我们是信解了，就诸佛所证解的，就是无分别智，一切不着，这是空义无自性，不着不住，就是你去行这六度的时候，你不能着一切，你要自利利他的部分，未来诸佛当解，现在诸佛今解，就是他们所证解的，就是无分别智，一切法不着不染不住，我皆正信，这是信解的部分。刚刚我们讲了什么？现在讲都是讲信解的部分。对于佛正解的法，我都很正确的，正信很正确的，不倒解，不颠倒解，相信接受，信就是信，信跟受是一样的，信是受是两个在一起的，就叫做是名信解作意，就是我作意要通达涅槃。真实方便，然后不染，就是你要作意这件事情，你要作意这个事情，这是第三个作意，如是厚厚作意应知，后面的，后面的那个第二个厚是还有很多的作意，以后很多的作意都是不离开。应知都是要离不离开的四种发心，四种作意。他的意思是这样后后这后面还有很多的作意，都是不离开这个发心的作意。次第意耳，就是也是下面所讲的都是次第来说，也不能跳的。所以第一个一定要是从发心开始，发菩提心开始，不能跳的。不能跳后面了那这个提醒大家一下他从这四十种作意你看我提醒大家一下，他是讲什么？第一讲他次第，第二讲他一直讲，每一个作业都讲我今，我今，他说我今，今是什么？现在呀。你现在就要作意，就要做这些事情，要发这些心了，不是等我有空了，或者等什么时候了，就现在精准，现在你就是要做这件事情。第二个重点是我啊，是我要做，我们自己要去做。这个道理不是说叫别人做，我把这个道理跟大家讲，你们要去做，没有，他说你要去做。我今我今不是跟别人讲道理，是你现在就我要去做。他44个作意我一看，我看了就想笑。每个人都说我，就说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不是叫别人家做，你要这样做哇，那时间也差不多，下个寄送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讲休息20分钟本来下一堂课是应该是贤玉师要上了，结果他因为他七月份比较忙，就下一堂开始我来讲。那我是希望就把这一品能够讲完，那44个把它讲完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所以有很多我基本上还是一个字一个字跟大家解释了那如果是里面的那个没有很深的那个逻辑上的义理的问题我就这样带过去一下那个文。若碰到要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我就花一点时间，要不然我们就把下这个文但是我这个作意我已经跟那个重点跟大家讲一下了因为大家知道那个作意的那个用意重点了因为他讲44个作意，你不把那个原理原则先抓到你44一看完之后，你也不晓得来讲什么，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我刚刚讲三个主轴，他永远不离开这三个主轴在那边转那作意是在信解上来讲他的那个真的是文思修那个思跟修的画面的去，那在后面的度色品那个离就，所以他六度他会一直重复讲，
可是讲到后面的度色品，当然理就很难哦，很深哦。我们现在是这一品哈、哦，这一品他讲前面哈、哦，前面这几品哈、哦，从也可以说从开始的缘起的那个一直到讲到这边哈、哦，大概都是讲大概的讲啊、哦，讲概论哦，所以他很简单的跟你讲哦。到慢慢的后面也是讲这些东西，后面呢就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它理的这个一直加进去的，哦，你觉得好像它就没有什么，这只是概论而已啊。哦，刚开始，哦，101的课程而已了哈，这概论而已了哈。好，那我们下讲一下哈，你会觉得哎，怎么讲这么简单？它是略说，后面的仔细说在后面。哦，尤其在度色品的时候，他就讲很多哦。就理上就会讲很多哦，那我们就去讲下面一个偈颂哦，第278颂哦，这里面也讲哦三种作义了哈，德喜有四种哦，德喜的作义它有四种，里面要讲四种哦，就是你要欢喜心呐、啊，你作义要欢喜心呐、啊，哦，我们讲那个事实的那个意识时的时候，就是要专注，然后要有希望，才能长养你的善根呐、啊。所以你要一定要有希望，你要起欢喜心，你起欢喜心，它是起那个正面的作用哈、哦。意思这样子了哈、哦，恶不能退，就是碰到恶人恶事的时候，你不能退转哈、哦。应知随修义哈、哦，就是你随修还有四种作义。哦，就讲这三种，主要是三种作义啊，哈、哦。那我们看一下哈、哦，哦，看一下它的内容哈、哦，解释。像那个寄送啊，它这个我们看很多都寄送，30颂啊，30颂、20颂啊，什么颂啊？这我们这个大圣庄严经都700多颂了哈、哦，这个都是属在什么声明里面，声明的是一种文体，寄送文体就是当时很流行，就用这种方式来讲的。哦，这是一种题材文体。哦，那我们看里面内容哈。是、哦、曰：此既有三种作义，讲三种作义。哦，一得喜作义，二不退作义，三随修作义。啊、哦，然后次第来解释。哦，这个跟刚刚一样，他每次都是讲跟你强调菩萨次作四念，就次第来做这种作义。哦。我今信解、哦、你看我们这44个作义都是信解，是信解上来讲的，不是正解的。今信解诸波罗蜜得四种喜，你相信了解接受会得到诸波罗蜜的你这种喜、哦、这种四种喜悦、哦、这种法喜，因为你会知道你会得到这些东西。第一个叫做断障喜，哦，你信解了之后，你知道波罗蜜我可以断障，你有起这种喜悦的心，你修波罗蜜，我可以以后可以断障，可以解脱。哦，具满喜就是福德智慧，满就是会成就圆满福德智慧。我从六度里面，我可以圆满得到圆满福德跟智慧二句这种喜悦。哦。第三个是摄自他二利喜，你知道你可以利益自他，利益自己，利益他人，成就佛法，成就众生，你知道你会得到这个东西。哦，于依报恶果喜，哦，他是讲依报，讲恶果，哦，这个果是讲就是一手果报，哦，因为我们还是在这个信解里面，哦。就是讲依报恶果，他是讲，事实上来讲是依报跟正报，就是一手果报，就是你的根深，你受用的器具，种种一切，哦，受用的因缘，哦，你因为福德圆满，所以你会知道你的根深会得好的根深，圆满的根深，你的依报，你的受用之具，你学佛的因缘种种，你会有这种可爱的一手果报，哦，你会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你起欢喜心。哦，是名得喜作义，哦，就得到那个欢喜心，哦，要有这个欢喜的作义，就你学佛，你六度
它会起那个正念的效果，就是你一定要起欢喜心哦。你不起欢喜心，你怎么这个路怎么走下去呢？哦，次座四念哦，这是第一个得起作意，第一个是不退作意哦。我今未成就自他佛法，修行诸波罗蜜时哦，还是我今呢哈？虽遇恶人违逆，恶事逼恼，终无退心。是名不退作意，就是碰到恶人，碰到恶事，不顺心，讨厌的人，哦，不好的事情，哦，就是恶缘，哦，也不退去。因为为什么？因为你有得四种喜，你知道你要得这四种好处。所谓你得到的你不退，你退了就得不到这个好处，哦，但是不退，哦，就不退作意，我永远不退，我碰到什么人事地物我通通不退，哦，然后下一个，哦，次座四念，我今未得无上菩提，于诸波罗蜜应起四种随修，哦，为了要行六度到彼岸求得无上菩提，对波罗蜜我有六种态度，有四种态度，我应该要做这四种事情、哦，四种随修，哦，所谓第一个是所谓应忏悔六波罗蜜诸障，就是障碍你行波罗蜜能成就波罗蜜的所有的障碍。这个障碍从哪里来？然后自己来的，自己以前所熏取的杂染种子起现行，种种起的烦恼障所知障，你要忏悔，哦，忏悔的意思就是说，忏悔的意思是说，我知道错了，我不再做，哦，这是最大的意义。这边它最大意义就是我不再做，我知道我错了，然后重点是我不再做，所以你要避掉这个二障和烦恼，哦，你不要再去重复它，哦，忏悔不在于说我错了，更重要的是我不要再做，对于会障碍住波罗蜜的你都要排除，我不再做，哦，以前做了我忏悔，哦，我知道我错了，也不再做，我就忏悔，哦，应随喜六波罗蜜行，哦，随喜六波罗蜜行，这个随喜，哦，随喜六波罗蜜行就是你要赞叹任何六波罗蜜对别人起的这个作用，你要赞叹他，你要随喜他，哦，就是随喜功德了，哦，这不但是鼓励自己，那也是鼓励你自己，哦，都你一定要随喜，对于波罗蜜起欢喜心，不只是对你，对别人你都要起欢喜心，有波罗蜜你都起欢喜心，哦，要随喜，这个随喜，哦，这个随喜对我们很重要，因为要忏悔，哦，要什么，哦，我是觉得，哦，随喜是最难的，嗯，你看到别人好你要赞叹他很难哦，很难哦，这是修行来讲，哦，随喜这一关是我们讲起来很容易很简单的，大家那有什么难哦，你看别人比你好你要赞叹他很难哦，你要忏悔你要怎么样都比较容易哦，可是你要赞叹别人，你要那个慢心要不勤才有办法赞叹别人，你要肯定那个佛法你才会赞叹他，所以这个是很难哦，你看别人家很可怜你起那个悲心啊慈悲心哦比较容易，你要随喜赞叹很难，所以这个随喜功德是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的，这个随喜心起来你慢心就不太容易起来，这讲起来很简单哦，这是提醒大家常常做，你随喜功德状就算是挂在嘴巴上，哦，讲讲也好，讲久了就变真的，哦，你嘴巴上讲，哦，讲久了就变真的，因为内心会起作用，你慢心才不会起来，障道最大的是什么？慢心。对凡夫来讲，二障是最大的障碍，
因为障碍者，我们根本接触不到正法，接触不到善知识嘛。对菩萨，你看那菩萨他的论里面有两个地方讲哦，对菩萨障道最严重是慢心。他这佛讲的是慢心，最障道是非常严重的哦。那菩萨他烦恼他已经断得差不多了，他不会干扰他太大。可是慢心一起来的话，菩提心就会相对就失。慢心，你用随喜功德会可以对治哈、哦，就是你就看到别人好，你会起欢喜心哦，恭喜你，那修行很真的很好哦。然后应劝请六波罗蜜法义，劝请波罗蜜法就是你希望能够得到这些法，哦，劝请这是法上能够得到这些法。六波罗蜜的法，然后法义呢？义哪里来了？你希望能够得到善知识，哦，就是劝请，哦，你愿意学习了，哦，应以六波罗蜜回向无上菩提，无上菩提，哦，就是重点就是，你大乘佛法修学任何东西，你就像回向菩提，回向菩提就是利益众生，而成就自己。就成就众生生活，你一定要回向菩提。你不回向菩提，就是你就是不没有三轮体空。你不回向菩提的话，你是不就是怎么样？就是表示你不求解脱。你喜欢上帝的果，我们上帝跟下地，上面的诸地，地地不同嘛。下地就是我们不知道欲界，我们就是下最下面的啦。还有天啊，色界、无色界啊。哦，还菩萨境界啊，哦，就是你希望得到那个上面的果报，那个让你很舒服、很享受的，那个就不是修行了。哦，所以你不管怎样，你就回向无上菩提，回向什么？就是解脱，就利益别人。哦，你就不容易，只要你做这些事情，你就不容易着在三轮。哦，就是告诉你，就是用这四个观念，你一定要做。虽然是很简单哦，这是你四个你每天都做做看，会不一样。它是基本的东西，可是它很重要。忏悔、随喜、劝请，就是学习法、亲近善知识、回向无上菩提，这四个就是你修学的次第方法在里面哦。理上不是很简单，可是你每天都要做这件事情，这四件事情，你这件事情。你能够做到了，你什么法门你就会成就，不管你学什么你都会成就。这个缺一，你学什么法门可能就不容易得力哦。看起来很简单，这是非常重要，就是你要做这种作意哦，忏悔、随喜、劝请跟回向无上菩提这件事情哦，跟大家分享一下。法义很简单，理论很简单，可是这是你每天都要做的，你修学任何法门都是一定要做这件事情的。哦，像忏悔哦，忏悔我发觉都很难，很多人哦，那个我慢心比较强的哦，你要他自己承认他自己做错，这很难哦，很难哦。他布施比较容易哦，布施，他要忏悔很难哦。忏悔你要第一点你要知道你哪里错了，第二点你要起惭愧心，说哎呀我不要再犯了。很多人我发觉忏悔他讲四件事情，忏悔跟随喜都很困难，要承认自己错好难哦，要称赞别人很难哦，很难哦。你看起来那么希望大家能，你这四个做得到，任何法门你就很容易得力。我们看下个偈颂哈，279哈，诵净信即领受，乐说于披甲，祈愿亦希望，方便复其种哈。就是他讲这五个哦，这七个作意。好，哦，这个是七个作意。次第来说，这个七个作意，他从发心呐，啊，然后你要起什么心呐，啊，你要做什么事，慢慢的进入到他这个重点，就是跟六度有关系的哦。还是他的作意那个起心动念哈，哦，你要做
注意这七种作意啊。哦，我们看释论，此记有七种作意，哦，一净心作意，领受作意，哦，我们讲下面我们念过一次，乐说作意，披甲作意，祈愿作意，希望作意，方便作意，哦，起信当的起，这信信是信受这个东西，哦，领受你接受这个东西，乐说作意就你要告诉别人，你要说别人，披甲作意，披甲作意盔甲，披甲是勇猛精进，哦，披甲为什么披甲？冲锋陷阵，什么困难你都不怕，我冲锋陷阵我有盔甲，就是勇猛作意。那祈愿跟希望有点不太一样，哦，祈愿作意它是我希望能够得到我能够修行顺利的修行六波罗蜜，哦，那个我希望得到这种善缘。希望作意是我能够成就菩提，我能够成就菩提，哦，那方便作意呢？方便作意就是我怎么样利益别人，哦，方便作意，哦，大概是这样子，哦，我们看底下的文，哦，菩萨赐作是念，我今应于诸波罗蜜法义，哦，法跟义，哦，起深信力持，是名净信作意，哦，那个信，哦，常我们你常会看到静跟信的弄在一起，哦，因为信心所，哦，是静心为性，哦，乐善为业，哦，所以你要信受什么？你要信受那个佛法，然后你希望能够你信受那个佛法的功德，你知道有这个功德，你知道这个法，你知道这个义理，你知道波罗蜜大乘法的功德，然后你相信有这个功德，然后你相信你有这个能力，你相信可以借由这些功德能够可以解脱，哦，信实得有，哦，那这些过程都是什么？这就是种善根。种善根是什么？就是清净你的心啊。所以净跟信常融合在一起，因为信心所都包括净境里面，净心为性啊，哦，就是你对于这个波罗蜜的法义，哦，你要相信法的功德，三宝的功德，相信你有这个能力，相信你能够到彼岸，哦，相信你能够成就，哦，次作是念，我今于诸波罗蜜法义，应一向祈求不生毁谤，是名领受作意，就是你完全接受，毫不怀疑，哦，领受领纳接受，哦，你毫不怀疑，没有任何的半点怀疑，你就接受领受，哦，接受，哦，这个诸波罗蜜的法义，哦，不起任何疑念，哦，任何怀疑。次作是念，我今应以诸波罗蜜法义开示他人，哦，就是乐说要说，哦，这就是动词的要说作意，就是你知道了这些法义之后，你很愿意的很乐意的，哦，去开示别人，讲给别人听，哦，所以乐说他不是说乐说，你很乐意的，你知道这是菩提心，应该你发菩提心应该做的，哦，你乐说，哦，不只是说要乐说。次作是念，我今因令诸波罗蜜满足起大勇猛，是名披甲作意，哦，起大勇猛披甲作意是我不畏一切困难，我这是要满足要成就要圆满诸波罗蜜，不管什么困难，不管什么障碍，哦，他都用披甲，哦，次作是念，我今为满足诸波罗蜜，哦，这边如果那个顿号会比较好，我今为满足诸波罗蜜，哦，满足就是成就圆满诸波罗蜜，哦，愿持满足诸缘，愿希望持是遇到碰到，我希望能够得到碰到能够满足修行这波罗蜜的善缘，哦，这个意思是这样子，是名祈愿作意，
哦，我希望能够我希望能够得到遇到可以顺利让我修行诸波罗蜜的所有的善因缘，哦，包括你的同参道友啦、善知识啦，哦，同参道还有你这个眷属啊，支持你啊，你资受用具啊，哦，你不会为了三餐就没有时间来修行啦。种种自受用具，你圆满，善因缘圆满，这也是自受用具，也是圆满的，福德也是圆满的部分啊。你没有这个条件的话，你修行也是有障碍啊。就祈愿的愿，这个愿是的愿，哦，能够碰到，能够满足，修行诸波罗蜜，顺利修行诸波罗蜜，你希望能够满到，有得到这个善因缘，哦，这个祈愿作意，自作思念，哦。我今求证成就缘，是名希望作用。那这些人看起来有点很像哦。那希望作就希望你能成就菩提。你那个成就哦，就是正确五道解的哦，五道解的正一正是什么？一十二分教的哦，不是邪的，是正的十二分教圣严量的。然后成就什么？你六波罗蜜成就就是什么？就是菩提呀，成就菩提呀。我希望能够成就菩提，好，所有具足能够成就菩提的缘，我希望能够得到这样子。你发这个愿，你希望得到这个，你作意是这样子，哦，是名希望作意，哦，变成两个层次哦，一个你希望得到可以顺利修行六度的所有善因缘。第二个，你希望能够得到正题所有的因缘的，两个字是这样子哈、哦。那为什么要作意？作意这些东西，你希望得到这些东西，你要发那个心，你要起那个念头，你才会往那边走。你知道这些条件是很重要的。祈愿作意的里面的这些条件，让你可以顺利修行，这个条件是很重要了。你要修行成就，中间种种的所有的善因缘是很重要的。你要去追求，这是略大略的说哦。那以后慢慢就再细的说哦。自作是念，我今思维诸波罗蜜，夜半方便。哦，这个夜半方便稍微要解释一下哈、哦。诸罗蜜的夜半，我们有个夜半品，夜是来夜用，半是伴随。善巧方便，哦，夜半方便是指你修波罗蜜利益众生的善巧方便，哦，你要做思念叫做方便作意，你还要思维，你还要作意，我要利益众生，我要六度产生他那个利他的业用，然后善巧方便利益众生善巧方便。好、哦，叫做方便作意，不只是上面所讲的一切，这几个作意都是自利的部分。好、哦，他后面就一定要跟你提醒一下啊，他、哦、上的重点他是永远跑不掉了。提醒你一下，要方便作意，方便作意是指利他来讲。好、哦，然后他讲，此中披甲作意、祈愿作意、希望作意，哦，教授中当分别，哦。他告诉你说，这三个作意呢是很重要的，以后再分别再说。哦，教授是什么？诸如来的教授的教法，这以后他如来的教法里面，他分别来说。哦，教授是这里的教授是这个样子。那有人会看到这个，他把它连到这个，我们下面底下有一个叫教授品。你去看教授品啊，没有再讲这三个作意的，不是讲教授品会再讲一次，没有啊。你去看一下教授品，没有再讲这个披甲做祈愿希望做没有啊、哦？那教授这里也不是在讲菩萨，哦，或者是就是教导众生的意思，没有，因为我们现在讲的44种作意，通通是叫信解的啦，哦，所以不是在教导众生的。哦，也不是说在教授品的，哦，他是的教授，就佛的教法，以后从佛的教法里面，他分别在强调，在说这三件事情，说这三件事情，他会
遍布在后面几品里面来说，哦，不是在教授品里面说，哦，这个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哦，那这里要比较跟大家稍微再提醒大家，就是叫做方便，哦，我们常常看到，哦，方便，那简单的说就是方法，哦，那事实上他讲的方便，这个论里面讲的方便，哦，他是讲利益众生的而言，哦，那我再给你跟大家讲一下，哦，在那个结生密经，哦，他有讲什么叫方便，他是讲方便，他用相反的方向来，什么叫不是方便，哦，不是方便是什么，他的相反就是方便嘛，哦，在结生密经的地波罗蜜品，哦，来解释方便，哦，啊，世尊，何等名为非方便行，我们讲是方便，他用不非方便来讲方便，哦，啊，佛的答复，善男子，若诸菩萨以波罗蜜多饶益众生时，行波罗蜜多在饶益众生的时候，但设财物饶益众生，便为喜足。你用财物的布施来饶益的众生，你就以这个为足，喜足就是以这个为满足，以这个就很高兴了，我做的已经很好了，叫做喜足嘛，哦，而不令其出不善处，安置善处，如是名为非方便行。所以这个方便是怎样利益众生，不令其出不善处，就是你只给他财物，可是你没有让他离苦得乐解脱，你要让他解脱才叫做方便。你要法，你要让他摄受佛法，然后入菩萨道，他就可以真正彻底的解脱这个轮回的苦，哦，叫做出其出不善处，叫做生死轮回。你要让他这样子安置在善处，就是那个彼岸，至少让地上，哦，修行有成就，能够离苦，能够断障，哦，至少能够除烦恼，哦，如是名为非方便行，哦，这是提醒大家讲，你常常在论里面看到方便方便方便，那我们一般来讲方便，就是你就把它叫方法、法门、方法。事实上它后面在讲意思，只要你看到方便，大概都是跟利益众生有关系的。所以你看结生密经里讲，佛讲什么叫方便，方便就是你要除了要布施众生解除他的苦难，你还要令他出不善处，自于善处，你要让众生能够信受大乘佛法，入菩萨道，然后最后能够离苦得乐，解脱自在，这个叫做方便。所以你看他方便两个字就是什么，利益众生，他背后的意思就在利益众生，哦，不只是说方便是方法了，我们以前讲的方便我都说那个方法的法门了，是他后面是意思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讲那个佛的说法不离事义，有没有别意说，他方便他有没有讲到利益众生，没有，这两个字的意思你看不到他在讲利益众生，可是他讲的是什么，利益众生。你看他方便就是要把他联想在这边，常常啦，哦，是这样子。所以我是觉得这个跟大家提醒大家一下，你的读经论你抓的意思会比较深一点，哦，所以说业办方便就是在讲利益众生的事情，哦，你修波罗蜜，然后它的伴是什么，是善巧方便，一伴方便，对，善巧方便，这个业伴品里面就讲，都是在讲这个了，哦，这个提醒大家一下，哦，然后我们看在下一个颂，哦，280颂，你看像我们刚讲的四个虽修，哦，还有这个方便，哦，如果念过去不提醒大家，哦，你会不觉得他实在是不怎么样，这我早就知道了，800年前我就知道，你不做，你做跟不做差别很大，它会帮助你任何法门都成就都得力，哦，好，然后我们看下面一个颂，哦，勇猛及怜悯，哦，就是两种作意，你要做的呢，起心动念要作念这两种作意，如是二作意，应知二差别，一一有四种，就是这两种作意，每一个作意有四种差别，
哦，他来讲这个东西，这个寄送子讲两种的作意，啊、哦。是曰：此寄有两种作意，一勇猛作意，就是类似我们披甲作意嘛，哈、哦，灵敏作意，哦。此二各有四种差别，哦。我们先讲这个勇猛作意哈、哦，菩萨思维方便矣。刚刚讲的是他讲都是次第哦，思维那个方便就利益众生啊哈，思维当夜半善巧方便，次作是念，我今应起四种勇猛，好、哦，四种勇猛作意，哪四种勇猛呢？你要起哪几种心呢？未坚牢固，你要坚定你要这个行这个六度，你要坚固你的心，好、哦，你要让那个六度得力，好、哦。为成熟故，得力之后你要成熟众生；为供养故，你要供养谁？供养佛，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佛从佛那边而来的。好、哦，你要供养，我们也需要这个功德，三宝功德。为清净，为清净故，你要勇猛坚定的清净，清净谁？善知识。哦，大概是在讲这个哈，然、哦、后、哦、在讲这个四种勇猛心啊。哦哦，那现在他的往下解释了哈、哦，为监牢者六，哦，监牢哪六种？以哪六种来监牢？监牢是坚固，让你的六度修行得力，哦，用什么方法态度来让你人生得力？哦，六波罗蜜修，哦，六波罗蜜修就是六波罗蜜里面每一度。都有六种的含义在里面，六种的功能来强化每一度，而不是单独布施就是布施，哦，持戒就是持戒，忍辱就是忍，不是六度每一度里面都有六波罗蜜的功能含义精神去做每一度，有六度的精神去做每一度，哦，所谓六施乃是六智。哦，他在解释什么叫做六思，哦，六思为思思乃至思智，思跟思用思心来，哦，这个解释一下哈，哦，思思乃至思智就是在六度里面布施的时候，哦，用六度的精神功能来做每一度，哦，用利益中心的思来布施，哦，就是思思。施戒呢，施戒的施戒用持戒的心，不恼怒众心的心来布施，叫做施戒，哦，然后施忍呢，忍辱呢，用忍辱的心来布施，哦，所以有六种不同的功能来布施，哦，那精进呢，就是施精进，就是用精进的心来布施，哦，那禅定呢，哦，用禅定思禅定，思定就是用禅定就是不动摇的心，不着的心，定的心，哦，极静的心来布施，哦，那最后是讲般若嘛，哦，就是思般若，这个连起来看，哦，思般若用般若有智慧抉择的心来布施，哦，他这个讲的意思是这样子，哦，那底下我就不解释了，哦，戒也是一样，每一度有一样，他的意思说你不要只看到每一个字的意思，布施就是布施而已，你要用这种六种不同的心，六度不同的功能来做布施，每一度都是一样，他这边的讲的就是意思是这样子，哦，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布施，好，有六度的功能跟精神跟作用来做布施，那才是真正的布施，才能够监牢，才能够得力你施的这一度，下面每一度都一样，哦，不是持戒就是持戒，布施就是布施，不是这样，六种度的精神跟那个含义功能来做那一度的事情，哦，那才是真正叫做监牢，哦，然后未成熟者，
的戒等六种亦复如是，就是意思是这样子了。哦，这个观念是他提醒大家，这是很重要了，不是布施就是布施哈、哦，有六种精神来做布施哦，其他的一样，每一度都是六种精神哦。然后未成熟者，以诸波罗蜜为色物方便成熟众生啊、哦，色物他你看看色物哈、哦，色物这物质是讲众生了。好、哦，摄色所有的众生，好、哦、以波罗蜜来摄受众生方便，哦、你看到方便就是讲利益众生，好、哦、他的方法、他的法门、他的善巧，来成熟众生，成熟是修六度是为了要成熟众生、利益众生，成熟他叫成熟，你要做益这个成熟众生，为供养者。以坛为利益供养，以戒等为修行供养。我们供养佛，这样供养佛，这里真的是供养佛了哈。供养佛是以布坛是布施，哦，以布施来供养，就是以利养来供养布施佛，哦，以物质哦来供养佛。第二个是以戒以上是以修行来供养佛。就是你依教奉行来供养佛，这是最大的供养。依教奉行，哦，就是你懂的，你信受了，你信解的佛法，你都不做，那也是佛就达不到他救度众生、他救生众的目的嘛。那你信受奉行，哦，然后你有供养佛的心，哦，有修行供养。以坛布施的利益来供养，哦，就我们平常供发供果啦，供什么啦，哦，还有以修行供养，修行是最大供养，哦，法供养是最大供养，哦，就是讲供养佛的部分，哦，为清净者，清净不倒教授诸波罗蜜人，就是善知识，你要清净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他不倒解，他对于诸波罗蜜有正确的理解，叫做不倒，可以教授我们的就是善知识，哦，教授诸波罗蜜这个善知识，这个人我们要亲近，发那个愿，发那个做那个意，我们要亲近善知识，哦，是名勇猛作意，哦，啊，次作四念，哦，下面是讲是无量心，是灵敏作意，他把它归名叫做灵敏作意，要起这个灵敏的心了，啊，哈，哦。我今应起是无量心，哦，是无量心就慈悲喜舍，哦，诸波罗蜜现前时应起慈心。当你修行波罗蜜的时候，它起功能得用的时候，你要起慈心，要用这个波罗蜜慈心是什么？给众生乐。你要去让众生能够，哦，能够得到这一份好处，哦，你要供果，要共生供你一切六波罗蜜所得的那个，哦，那个善的因缘果报，哦，你要跟把这个善因缘果报跟众生共享慈心，哦，千等现前时应起悲心，哦。前面是波罗蜜现前时，哦，是自己的波罗蜜现前时。千等现前时，千是什么？千是烦恼千，等他用等啊，不是只有千这个字而已啊，他用等哦，是所有的烦恼心所。这烦恼心所，这是指众生啊，众生的烦恼心所，他起现行的时候，他受苦的时候，应该起悲心，就是要拔众生苦啊。他人诸波罗蜜现前时，应起喜心。他人修习波罗蜜，然后得到这一份功德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一行随喜之心。为什么随喜之心？因为你希望众生都好，你希望众生离苦得乐。你看到众生可以离苦得乐的时候，你起欢喜心，随喜心，欢喜心。哈，哦，而讲是他人哈。哦，他人信诸波罗蜜时，应起无染心。哦，那慈悲喜舍，哦，慈悲喜舍，慈心、悲心、喜心，再来是
无染心就是舍心。哦，他人信诸波罗蜜时，他人就是你教授别人，你看到别人，你教授别人，你让他能够信受波罗蜜的时候，舍心就是不着这三个心，就无分别智，不着一切。哦，不着这三个心叫做无染心。哦，不着三个心三轮体空。我不觉得说我给众生什么了，我拔了众生的苦了，哦，我发起的什么欢喜心了，你完全不着。不着这三个心叫做无染心，叫做舍心。哦，就是讲这个，哦，这四个心就是这样子。四名怜悯作意，哦，就是你要起四个无量心，哦，来作意，哦。啊，下一个偈颂，哦，下一偈颂它叫有五个，哦，次第来说，这个接下去就次第来说，它有五个你要发这种起心动念，你要发这种心，哦。有修，有修就是你要起惭愧心，你没有做，你懈怠，哦。有乐就是说你要起欢喜心，你要去做这些事情，六度的事情。即无趋心就是你退转，哦。修智就是你要用功自学，你要去修所有的法，你要用心的去学习，哦。称说就是为众生说，哦。此复为五种，哦。就是好，哦，我们看一下这五种作意，哦，有修有乐无趋心修智称说五种作意，哦，我们看一下这五种作意他怎么说，哦，此即有五种作意，有修作意，哦，有乐作意，哦，无趋作意修智作意称说作意，哦，再一一来说，菩萨次第作是念，若我于诸波罗蜜懈怠不做，即以邪作。懈怠我们知道了，邪作是什么？邪不如法不如理的作，哦，它叫邪作，哦，不是依圣教量来做，哦，你也布施，可是你布施是有染的布施，那就叫邪作，哦，你有相对的利害关系在做，哦，那个就不如理不如法的做，所以叫邪作，哦，因起身惭愧，哦，就是惭愧心了，哈，哦。他惭愧什么？应转坛等，不转是名有羞愧作意，转是运转、实施、造作或，哦，执行，应该要执行。他是坛等，不是只有坛，不是只有布施啊，是讲六度。你应该是执行这些、运转这些些，哦，你不去做，你知道不去做，哦，就是起惭愧心，你要起做有修作意，是讲这个东西，哦。然后下面哈，次作是念：我今于所缘诸波罗蜜境界，因此心不乱，是名有乐作意。这个他解释不是很清楚哈，哦，但是我们刚刚有讲了四种喜悦的心。哦，四种喜悦心，你去圆诸波罗蜜多，要起四种喜悦的心，有喜的心，哦，然后持这种心不散乱，哦，持这个心不散乱是名有乐作意，就是以欢喜心来圆诸波罗蜜的境界，然后心不散乱，哦，就心不退转，哦，就是他叫有乐作意。好，哦，这个是你要我们从上面文顺下来的。我们刚刚有讲四喜心嘛，哦，四喜心就是你在圆诸，你在圆那个诸波罗蜜，就是在行波罗蜜的时候，你要起这个欢喜心，然后保持这个欢喜心不散乱，哦。次作是念：我今于退诸波罗蜜方便作愿加想，哦，退诸波罗蜜就是不行六波罗蜜这两件事情。方便就是利益众生，这两件事情做怨家想，做你的敌人想，哦，就是我绝对不做这件事情，我要远离这些事情，哦，四名无趣作意不退转，你的行波罗蜜利益众生不退转，哦。
次座是念，那下一个，我今与诸波罗蜜相应诸论，跟波罗蜜行波罗蜜信解波罗蜜的时候，跟他有相关的所有的经论，所有的论述，应善及修智，应该去找这些东西，去找所有的这个相关的东西，相关的这些法跟义，然后修智，修行自学，你要去自学它，你一些说性解上的，然后你去修行它，去执行它，是名修智作义，修智作义它偏重在这里，偏重在这是自学的部分，就是你性解的部分，文的部分，文思的部分，次座是念，我今未生他解，未生他解是为让众生了解，就未生他解，让众生能够了解波罗蜜，应如其根器，应赞扬诸波罗蜜法义，如其根器，应赞扬鼓励，赞扬的鼓励是鼓励，为什么要如其根器，我们上次在讲那个佛说法不离四义里面，我有跟你补充一个，这个密与为父，非气者密其说，你要讲众生可以理解的做得到的，他做不到他不理解的，你一直跟他讲这个东西，他可能就很排斥，那不是不说以后再说，你先要赞扬，为什么要讲赞扬，他不是讲说你就告诉众生，你就教化众生，摄受众生，你先要赞叹鼓励他，就是要如其根器，是所以说叫做称说，前面叫做乐说，欢喜来教导众生，这里称说为什么叫做称说，称其根器来说，你要看因缘来说，叫做称说，因为那个为众生说法教导众生，前面已经有乐说了，为什么还要再说，这里叫称说，称其根器来说，这一点是有要有智慧来说，然后下面一个寄送，一度讲两个作义，一度得菩提，非随自在等，就是依照六度，我们修行是依照六度，依照圣言量而得到菩提的正果，不是自在天梵天，从那边由来的，善恶不是他的赏罚，自在天梵天的赏罚得来的，善恶是我们自己修来的，我们自得来的，过恶即功德，也是一样，我们得到不好的果报及得到好的果报，这不是因为自在天来的，这是我们修六度而来跟不修六度而来的，这两个寄送在讲这个事情，我们看这个释文，此即有二作义，两种作义，一是一度作义，第二个应知作义，一度就是一六度来修行而得到解脱，应知作义你应该知道到底功德跟过恶，菩萨如前称扬矣，他说顺着下面说的次第，他这个四十个作义都是次第来讲，次第次作是念，我今依止诸波罗蜜得大菩提，非依自在天等，我今天得到大菩提，得到成就是依止波罗蜜修行而来的，不是老天爷的赏赐而来的，这意思是讲这样子，这个佛教里面这无我是很独特的一个观念，一个概念，很了不起的观念，是其他的宗教所没有的，无我就没有一个创造者来做赏罚来创造你，你的一切都是自作自受，你得善得恶就是你心起的东西来了，而不在于你信仰谁而来的，他是讲这个东西是无我，这个无我的观念是几乎世界上没有个宗教是跟佛教一样，所以有一些研究那个宗教学的说，说佛教根本就不是宗教，因为你没有一个神来创造一切、赏罚一切、做一切的主，没有啊。
我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啊，那哪是宗教啊？那哪是大家都是佛哦？没有一个创造者什么什么，就是这个比较佛教不同的观念，无我的观念哈，什么一度作意哈，那持咒是念，我今应知藏诸波罗蜜过恶及诸波罗蜜功德，所以你清切很信解，你很清楚的了解什么东西，所有的过恶，所有的过失，障碍诸波罗蜜所有的过失，或者你行波罗蜜所有的功德，是应知作意，我们还是在信解这方面来说，所以它是应知作意，很清楚的了解。那很清楚的了解，这是自作自受了，都是自己的，跟别人没有关系的，然后我们下面再看，有四个作意，这一颂是比较要可能要花一点时间，第二十八283颂，偈曰：即喜即见意，乐求。这三个作意，即喜即就是喜，很欢喜心来得到六度的功能，然后见意见到可以证菩提的那个利益，那个大利，乐求求四种，就是你非常好要的、非常喜欢的，希望得到四种，修行六度的四种，它的那个三缘果报，哪四种？一个叫做平等，一个叫无分别，一个叫现持，一个当缘。平等的话，平等跟无分别，它像智商，平等是在修。文思修的修慧上来讲，无分别是已经得到这个修慧的东西，无分别智来讲，现持就是在方法上，我们要怎么样持受，能够得力这些法，当缘是希望我能够得到什么，可以成就的因缘，这是四个。我们要乐求，我们希望能够得到这种东西，大概是这样子。我们看看下面的这个偈颂，第283颂，四曰：此偈有三种作意，一即喜作意，见意作意，乐求作意，三菩萨知矣，就是知道前面的那个前边的这个应知作意，你知道，你已经知道他的那个过失，不行六波罗蜜的过失，行波罗蜜的功德，你已经知道了。次作是念：我应欢喜聚集福智二聚。只要你欢喜心，要希望能够得到福德智慧，你要起这个欢喜心，就是喜集作意。次作是念。我今见诸波罗蜜自性，能得无上菩提利益。这个见还是在信解，我们信解行地里面信解的部分，就是了解，明了，诸波罗蜜自性。这不诸波罗蜜就是自利利他，自利利他的性。这个呢，波罗蜜自性，这前三个就是利他，后三个。简单的讲，前三度是利他，他的自性是利他，后三个字是自利的部分。那波罗蜜自性在他度摄品里面，我们再来讲，因为度摄品里面呢，每一度它有六种自性，总共有36种自性。我们简单的说，就是前三品是利他的自性，后三度是自利的这个自性。这个度摄品的时候，它每一度都有讲六个自性，到时候我们再来详细说，这一品它就是略说了，能得无上菩提，就是这个自性，这种自利利他的自性，能够让我们能够到彼岸，能够得上无上菩提，是名
见义作义，见识是你了解，你知道了，有这些好处，这个毅力，哦，做这个起这个起心动念哈、哦。然后他事求，我们乐求，现在讲乐求作义哈、哦，次作是念。今见事例，应起事求，你要寻求，要追求四种东西。你知道这个见这个力吗？见这个毅力就是你的正菩提嘛，哦，正菩提它的内容是什么？哦，我们要求什么？追求什么？啊，有四个求，哦，一个求平等，哦，那求平等，他来解释什么求平等呢？叫止观双修。一般我们讲哈，讲平等哈，他止观他是讲到三摩地嘛，就是讲禅定嘛。一般讲禅定就是等持，三摩地叫等持。等持是什么意思？哦，就是心平等而持，哦，心能够定的定心所是于所观境，哦，令心专注不散，那就叫定。哦，所以他的三摩地是偏，他这里偏胜在，如果是一般来讲等持的哈，心平等而持，心是哪个心平等而持？就是调举跟昏沉这个心都不起，哦，他不起，他是等持，你才有三摩地。他两个心如果有起，任何一心不起，你没有三摩地。哦，一般是来讲是，哦，他心持于一境，哦，就是哦。就是一般的三摩地是讲平等，是在讲等持，但是这里讲它是止观双修来说平等，求平等，平等止观双修是在讲什么？就是心一净性，而没有二心，是无二，是讲平等的。哦，这个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我现在把这个讲完哈。我们现在，我们等一下再讲什么？我们上次有讲止啊、毗婆舍那、奢摩他啊，哈、哦，这里讲的是不是毗婆舍那、奢摩他？它是止观双修哈、哦。然后第二个求无分别，就是无分别智，就三轮清净故，哦，不着一切，哦，无分别就是不着一切，不可得，无所得，哦，三轮清净故，为什么不可得无所得？为什么？一切法不离事，哦，不是安立就是虚妄无自性了，哦，所以他你一着就不是违法了，无分别智，哦，你止观之后你当然是得到什么无分别智，哦，就三轮清净故，哦，无分别智在讲三轮清净，不着一切是空义，哦，那待会再讲一下这个清净，哦，跟大家再讲一下哦，的清净就好像方便一样，要稍微再解释一下，这个清净不是字面上的清净，它有其他别的意思哦。三求现持，哦，这个也是要讲哦。求持能成诸度法义，什么叫做能持能成诸度法义？就是他讲是什么？是他讲的是持是什么？持这些法，哦。持这些义，哦，持这些道理，那是在讲波罗那个不是波罗蜜，是种持。我们有的法的种持啊，义的种持，忍的种持，他是在讲这个。哦，待会我再跟大家看一下，这我们以前也讲过了哈，哦，就是陀罗尼，哦，持字是讲陀罗尼是在讲持哦。哦，他的持是讲自立的部分，他讲持，哦，他讲陀罗尼总持，哦，你要那个总持这些法这些义，哦。第四求当缘，求未来成就诸度缘故，你要求能够成就所有这个六度，所有一切善因缘，一切善巧方便，所有一切方法，哦，包括法，包括人，哦，叫做当缘，求当缘，是一名乐求，哈，哦，乐求作为这四个，那我们四个这前三个一一跟大家解释一下，哦，当然是这样讲过去的，文字上讲过去的，可是它的含义，哦，
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字非常简单哈。我们先讲止观双修，求平等是在讲什么？讲止观双修，止观双修在讲什么？心一境性。什么叫心一境性？那个《解深密经》的《分别瑜伽品》里面有讲这个哈。世尊，在止观双修了哈。其何当言菩萨奢摩他毗婆舍那和合俱转？和合俱转就是止观双修了啊。他和合俱转，什么叫他和合俱转？会产生什么东西呢？他的境界是什么呢？善男子，若正思维，心一境性。你止跟观都是有思维哦，只不过是三摩地的见分在思维了，心一境性。那他来慢慢的解释心一境性，而这就是指他来解释止观双修的双运。世尊，他先解释，他先再解释一次。以前我们有解过，解释过那毗婆舍那什么他这个运作的原理啊，基本原理是什么了哈。他现在再讲一次，很简单的再提醒大家一次。世尊，云何心相？我们以前讲哦，毗婆舍那他圆的是什么？是圆的心相。奢摩他圆的是无间心。善男子，这菩萨问世尊，善男子，为三摩地所行有分别影像，是毗婆舍那所缘。那这个心相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这个要解释一下，因为等一下要解心一境性，这跟事有关系的。这个心相，我们以前讲那个毗婆舍那的时候，当那个心升起的什么心？当你思维十二分教，你极度的思维，你信解了解，一直在思维十二分教佛的教法的时候，你这个心起来的时候，那个你所思维的十二分教，那个心生起来的时候，在三摩地上会起一个相似于这个所思维的相，十二分教的相，会在三摩地上会起这个相似于他，叫做相似有别，相似于这个四心所起你所思维的十二分教，有别是叫有别有异啊，有异于外面的色法，它不是色法，它是从你的意识里面出来的，第六意识四心所起的，你第六意识所起的思维的那个十二分教那个相分，会在那个三摩地里面呢，相似于这个会起这个现行，那个相分那个影像会在三摩地里面起，这样那个叫做有分别影像，叫做三摩地所行有分别影像。这个是毗婆舍那它圆的是这个东西。然后讲云何无间心？善男子，彼圆就是奢摩他圆是什么？圆彼影像心，彼是什么？彼是那个四心，即第六意识，就是散心，不是定心。他那个的思维的心，思维十二分教的心，同样那个影也是的奢摩他所缘，是奢摩他的相分，他也会影像在三摩地上作为奢摩他的相分。所以对四心，对第六意识四心三心来讲，是他的见分，可是他的见分会在他的奢摩他三摩地上变成三摩地的相分，是奢摩他所缘的，然后圆这个喜身心的清安的什么他哦，他解释一下，很简单的解释一下哦。他是原理原则是这样子，基本的原理原则是这样子。然后他为什么要讲这个？这两个，因为这两个跟心一境性有关系啊。世尊现在讲，其实云何心一境性？他解释非常简单，就是你理上你要通达，否则你这几个字你都不晓得他在讲什么。他说善男子，什么心一境性呢？他就不是讲等持那么简单的心平等而持，他不是讲这个，他讲什么？善男子，
他讲慧上的东西哈，智慧上的东西，为通达三摩地所行影像，唯是其事。哦，你心相无间心，它的影像心，通通是从哪里来的？这些这两个通通叫做三摩地所行影像。哦，一个是有分别所行影像，一个是无分别所行影像。好，那这两个影像从哪里来？在三摩地所现的影像哪来？从意识心里面来了，意识的思维心变成奢摩他的相分，意识所思维的十二分相，十二分教变成毗婆舍那上的相分，所缘的相分。所以三摩地所行影像都是从意识心，从散心上出来的，还是不离事，还是事。也就是说，三摩地止观所缘的是什么？不是缘外，它缘内，缘意识心里面的见相二分作为它的相分。好，所以三摩地所行影像唯是其事，就是通通不离事，从事来的。好，第六意识里面是事，也是事所变，它是缘变啊，正现象而分是缘变来的啦。哦，那三摩地所行影像也是从四心里面、散心里面的，从那边来的，那还是不离事啊，通通是事。然后他最后他就讲他的结论是什么？事所缘，为事所现，就是他讲这句话，他的结论就是这样子。哦，所以说止观双运的结果是什么？一切不离事，无自性，一切法没有自性，没有生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他是悟这个东西，他知道止观双运最后他是偏在你就是要往这个无分别自走。我们在讲加行为修行的时候，到最后四第一法的时候，四第一法还有那个软顶忍，到那个时候后面他是无实智。哦，无实智是什么？他是非常的明清楚明白的了知名义自相差别。哦，一切不离于事，二取不离于事，无自性虚妄性，他了达了知，没有二取，因为二取都是事来的，都变起来的。哦，所以他才能够进入到初地，能够你有二空，人我空法我空吗？人我空法我空的时候，你知道唯其事是他二空的前方便，你不知道这个，你就没有办法，你就有人我执法我执，知道唯其事一切不离事，他才有办法能够离二取，知道二取是空，然后知道二取是空，二空人我空法我空，二空才能显真如，他能证真如，才能进入初地。而，哦，他那个加行为还没有办法进初地，因为他还有空有二相未出，他还有一个空跟有，还有一个空可以证，那就是有啦。哦，所以他就还是在加行为，还是在加行为。哦，那加行为他无间就可以进入初地的正菩提。哦，所以说唯是其事，事所言，唯是所现，就你知道一切不离事，你知道它虚妄性。到了三摩地，你原来也是影像而已啊，那相分是影像啊，四心的相分变成你的三摩地的相似的相分啊，那你圣摩他它的影像心，那个也是影像啊，无间心的影像啊。哦，也不是不离事，通通不离事，连三摩地也不离事。哦，所以他是在讲这个。哦，这是为什么求平等，就平等是什么？无二啊，平等无二啊，那就是真如啊，那是一切种子啊。从哪里来的？从止观双修来的，你光修一个还不行。哦，就是讲求平等，他的解释是止观双修。为什么求平等是止观双修？从止观那边来的啊，止观是你了达一切不离事，好，哦，事所言为事所见，一切不离事，
生变缘变通通不离事，有为法无为法通通不离事。我们讲那个无法的时候，无为白法的时候，但无为法它是前面四个有为法所显示它的相，它没无相。然后我们讲半天都是无为，无为也在讲相，无为的相到哪里来了？前面四个法来显现来解释它的假安立呢？我们了解的无为法也是假安立的，而假安立也是细论、哦、所以一切还是不离事、哦、在讲这个、哦、在讲这个说为什么求平等、哦、他讲止观双修。止观双修是什么？止观双修是讲心一境性，心一境性讲什么？了达一切不离事、哦、不管是事心定心通通是由事的作用而来的、哦、然后他讲了三轮清净嘛、哦啊、三轮清净我们先讲两件事情、哦、一个三轮一个清净、啊、这不一样、哦、他就无分别叫三轮清净，就不着无分别，就不着无所得、哦、不可得、哦、因为一切不离事不可得假安立、哦、讲的就是无自性、哦、不可得、哦、我们先讲的这个三轮、哦，就在《业半品》里面、哦、它这个它这个里面的七十四页、哦、七十四页最后一个偈颂、哦、它讲简单的讲三轮、哦、何谓三轮、哦、我们先讲三轮再来讲清净、哦、一者作者，二者业者，三者所作、哦、这个三轮跟我们布施上的三轮是不一样。布施是施者受者还有你布施的东西嘛，这里他这讲三轮就是很广泛的讲，不只是很狭义的讲布施的三轮、哦、他三轮是讲作者，当然是作者没有错、哦、所作、哦、你修行上所做的一些所有一些东西、哦、业者是他业用跟业果，你三个都不可以有，没有作者没有所作没有受者没有那个业果没有那个业用，你不执着他的菩提果，不取等闲，不任何执取，就不是无分别，哦，是为三轮，哦，不分别者，哦，来解释什么叫不分别，三不可得，叫做不分别，哦，为什么举这个文给他？这么简单，最主要是这里讲说，不分别者就是不可得，为什么不可得？一切不离事，无自性，哦，所以他不可得，你有所得都不是。不分别、哦、你有所得就是取那个二取了、哦、才会有所得，能取所取才有所得嘛。你有二取就不是不分别，就不是无分别智。由此故三轮得清净，因为你这个三者不可得，你无分别，所以三轮得清净、哦、那三轮清净这不着来说清净，三轮清净故业就清净。我们有三个杂染，有烦恼的杂染、业的杂染、生的杂染、哦、那你业的杂业清净的话，你三你不会造作那些不好的种子，讯息不好的种子，你生的杂染就会免除、哦、这讲这用这个跟大家解释一下、哦、自己三轮解释不分别。好了，接下来是跟大家再讲一下叫做什么叫做清净、哦、跟上以前讲的那个方便它是有其他的意涵在里面、哦、到这个随修品你们如果要看的话、哦、我是解里面的东西、哦、然后解里面它简单的部分，因为详细的以后再说、哦、它讲很多了、哦、但是随修品里面67页、哦、好像也是最后一个偈颂、哦、它讲清净，它讲什么叫清净、哦、不是三轮清净吗、哦哦、为什么、无分别三轮无分别叫做清净，什么叫清净、哦、什么叫清净、哦、这里解释、哦、是曰、哦、菩萨以大精进力勤行 自他而立、哦、是故众生即至并得成熟，成熟众生成熟自己利益众生，然后佛法上成就、哦、这个成熟呢，这个成熟叫做清净哦，他这个定义这个清净，所以我引这个他的清净不是你讲的，就是我们想象字义上说，很清净，没有染污，这是自他成就，
叫做清净。他以上来讲清净，然后下面一个他还有一个清净，净觉无分别，渐渐得菩提。以这个来讲，以成就菩提来说清净，以智慧般若来说清净。净觉，什么叫净觉？叫做法无我智，人我无我，人我没有人我法我，二空所显，真如无分别智。无分别智，它不分别三轮，不执取，不叫不分别，不可得，不执取，不着不住。哪些东西三轮？它是修者所修正修，修者跟所修正修就是他的菩提果，他的成就，他得到了功能得用，他的功德。这三个都不着，因为三个不可得，你有所得就不是无分别智，有所得你就是有二取。故得清净，所以上面是以自他成就叫做清净，所以你自他没有成就不叫清净。下面是以无分别智而来说清净，而来说清净，由此禁锢渐渐得成无上菩提。这个跟大家讲一下，说他那个清净是有跟那个方便一样，他有别他其他意思。还有另外一个清净，还有另外一个也叫做清净，这个是快速讲一下，就是以空义来说清净。空义是解脱、除障、断烦恼、不执取、不住。以空义来说成清净，什么讲最多？在《佛藏经》里面看，《佛藏经》里面讲持戒清净，说法清净，持戒不清净，说法不清，不清净说法，念佛清净，念佛不清净。关键在哪里？你解不解空义？因为空义对三圣来讲，解脱就是靠空义。你能够信解，能够证解空义，那个般若的空义，你能够真正的了解，那就叫清净。因为你就不分别、不着、不取，自然。所以以三个方向来讲，一个是自他成熟，叫做清净。一个叫不着来做清净，一个是你解不解空义来说清净。所以他清净，你讲清净有三个方面可以来讲，这个清净这两个字是有这么多意涵。就是跟大家提醒一下，说不要在字面上，就是不能一文解义。你不清净不能说啊，要做杂染就不清净，不是，它有它其他的意涵在里面的。他不管怎么讲，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道彼岸啦，自利利他啦，就是不离这个东西。他的清净有这个几个意涵，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刚刚讲一下。那下面那个下面那个没有时间了。我们刚刚说持吗？持能够持能够那个。这个是下次再讲了。上面再来讲叫这个持，求持能成诸度法义。为什么持能够成就诸度法义？这个我们下次再讲。他讲的是持的是那个总持陀罗尼门，那总持他可以持这些法义。这个我们留着下次再讲。今天就讲到这里，在这边，谢谢大家今天，发菩提心来这边听课，大家善根深厚，阿弥陀佛。